他一直蹦蹦跳跳啊，我一直轰轰轰，要跟我跳，跟旁边那位差不多啦。宝娟碰到力宝，你这首《今宵多珍重》的歌名要改一下，叫《今宵多保重》。可以再多一点点酷一点的冷笑啊，阴险一点的色彩。小明老师原来是好这一套的。黄金年华之斗歌竞艺，星期五下午3:30，八频道与 WeWatch 同步观看。掌声喽！想拜师学艺吗？只要年满50，喜欢唱歌就可以来报名参加。用手机录制视频，先报上姓名、年龄、演唱歌曲。播放音乐开始演唱，录制完了之后确保声音跟影像都没有问题，就可以 WhatsApp 到85868794。截止日期9月24号，黄金舞台等你挑战。